当下娱乐圈的天价片酬的明星一抓一大把，大部分都被后起之秀的小鲜肉们占据。他们凭借良好的外表和超高的人气，就可以拿到上亿的片酬。而那些长期从事影视行业的老戏骨们，连他们的零头都拿不到，甚至是只能给小鲜肉们配配戏，当个配角什么的，实在是让吃瓜群众愤愤不平，感叹当下的娱乐圈是看脸的时代了。接下来小编就列举几位身价上亿的明星供大家膜拜。一、鹿晗。提起小鲜肉天价片酬，鹿晗肯定是榜上有名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位。当初被知名导演张丽佳扑出一部《宅天记》，鹿晗就拿走了 1.2 亿的片酬，而且是两个月的拍摄期。也正因为这部电视剧，鹿晗也被央视曝光，并推向了风口浪尖。二、甄子丹。因为系列让武打明星甄子丹的身价是水涨船高，近日黄百鸣爆出一问四甄子丹直接开价1亿加分红，吓得老夫肩盘都差点按错。果然是继成龙李连杰之后最具身价的武大明星。不过说实话，号称宇宙最强的甄子丹也确实值这个价，比那些小鲜肉要强上太多了。不过近日的大师兄票房着实不尽人意，被好莱坞大片蚁人二吊打，让不少粉丝失望。三、杨颖。 Angelababy 这个小编就不多做解释了吧，毕竟也是天价片酬的风云人物。据网友爆料，演技不在线，频繁用替身，这都是大家议论最多的。四、吴亦凡。作为海归海的领军人物，在脱离韩团 EXO 回国发展后身价大涨，据传吴亦凡曾开出 1.2 亿的天价，这节奏简直是抢钱呐。不过吴亦凡的人气可谓是超高的，就连当初星爷都要与其合作，由此就可见吴亦凡的过人之处了。五、周迅。一部《如懿传》把周迅送上了热搜，当大家都在讨论周迅的年纪跟角色不符的时候，人家周迅可是已经拿到了全剧组最高的片酬了。其次是霍建华，两人加起来据网友爆料大概有1亿的片酬。说实话，这可是在打击明星天价片酬的敏感时期，能有这样的片酬已经着实不少了，如果在平时估计两人都要翻一番。六、周星驰。这位爷就不能用天价形容了，或许根本就是无价了吧。当然星爷出品绝无烂片，周星驰星爷绝对是目前华语电影片酬最贵的一个。因了星爷那句话，无敌是多吗，多么寂寞，多少网友也是期待星爷能够复出，打败战狼二，重新登上王座。目前最靠谱的就是太极这部近期炒的火热电影，据说是星爷主演，谁又知道呢。当然还有很多过分夸张的天价片酬明星，在这小编就不一一说到了。今天就先说这几位近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家觉得这几位大咖谁才是货真价实的票房保障，谁又是徒有虚名之辈呢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。